伫家乡内埔相关市基安大殿进行五串十三种的基安射击，一透早就由馆长张阿冠点炮出发，上香祈求台湾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咱每次当这个除了观音佛祖啊，咱的五年千岁了，咱的妈祖婆啊，咱的啥太子中大元帅啦吼，咱的关圣帝君啦吼，啊，搁有咱的这先天上帝吼，地下宫嘞，拢做伙吼，众神拢总出发吼，啊来行一连吼，两天一暝吼，啊这是足盛大一个宗教活动，啊嘛会当凸显吼，啊咱十三钟头吼，足有名这个顶头文化，做一个内埔仔的新妇吼，我感觉讲吼，有足侪路线吼，需要搁予伊较水嘞吼，改善包括便所啦吼，啊落雨的遮阳棚啦吼。啊，包括咱的休息的吼，平台吼，绿美化，所以咱即马多咧时间中吼，啊，甲大家吼才会完成。啊，而且吼，我要甲咱乡亲报告以外，咱的德佳吼，咱的观音婆婆风华再现，咱的竹溪公园水环境吼，用前瞻计划的一个改造工程都在进行当中吼，啊，希望咱的德佳吼，愈来愈好，愈来愈水。馆长表示，馆府和德佳公所来合作，向中央来争取补助。合定100万的建设内埔，伫白果寮关佛祖信仰的社区路线沿线，白宫客庄的生活环境，进行空间的景观改善，以及今年六月底完工，会当予德佳乡更好发展、更好未来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